啊，双方打的都非常耐心，头顶杀，林丹再把球拉到压到底线，平高球压底线，双方在对拉，勾对角，好的啊，这个球又是一个抢了个高点。确实，那么在多拍过后，林丹在头顶区的突击对角。啊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前世界冠军两届亚。